老婆，今天什么节日？六一儿童节。我能不能给我自己买一个礼物呢？钱到位了。钱太到位了。买。所以，这三台法拉利选一台。这是什么？488敞篷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敞篷的呀？那儿有缝。你连这你都知道了？那这是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看起来挺贵的？这个下面有碳纤维，这些都没有。你怎么能懂这么多呢？啊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来，给你吧。是儿童，看看去，儿童节礼物，感受一下。拧啊，摁着这个踩刹车。兄弟们，我这台 FL2 全段 IPE。等等，世界都安静了，所以啊，我的了。I have a Ferrari。六一儿童节 happy。随身携带网银，比较好转账。六二，1:100啊。哦，牛，完事儿。我钥匙跟人插确实差点意思，你看人那钥匙。唉，啥时候能都买了呀？人生第一台法拉利，买过这么多台车，从来没买过法拉利。但还好啊，我是拿钱买的，不是拿嘴买的。再弄俩就够了啊，我的 FL2 就出来了。踏实。